他手二雷手，然后他的中文名字叫阿木，他是阿美族，他叫陈喜燕，他是泰鲁格族，然后手游击，中文名字叫芒告。大家好，他叫廖毛秀，他手匕首，还刚讲的。他叫高佩君，那是阿美族的，我们大家都叫他阿美，那是一雷手。他叫黄文杰，他的名号是七号，他的守备位置是三连手。他叫伊玉静，然后他的守备位置是鼓手，然后他叫阿姨。阿姨。他叫徐心凌，他是外野手。他叫陆玉清，他手中外野，他跑得很快。哦，太棒了。他叫钟玉婷，今年升高三，苗栗客家人。他叫邱永吉，今年升高二，布农混阿美。大家好，他叫黄宇谦，他的母语名字叫牛。他叫马威，他的母语名字叫狗。我们都是布农族，我们都是投手。他叫张志颖，他是菲律宾人，我是投手。他叫蛇令，他叫叶桂平，他是捕手，可以叫他阿贵。阿贵，我记得你耶，我也记得你。他叫邱玉兴，绰号叫小新。他叫桂花，他绰号叫欢。我们都是布农族，是投手啊，是外野手啊，好棒。My name is Emery, my number is 3 and I'm a pitcher. My name is Sharona, my number is 77 and I'm also a pitcher. 他叫林慧文，他是投手，左掰的。哦，他叫陈轩，他是外野手，我们是我们给的。Lucas， 我们全台北 U18 的球队。来到加拿大做训练和比赛，那这批学生呢是16岁到18岁的，他们也是我们垒球的未来，希望大家来鼓励鼓励他们，来为他们加油，谢谢。欢迎台湾乡亲来帮。